女王一出场的时候嘛，她连走路都有个范儿，对吧？而且不同样是女孩嘛，就会看她的身材，然后我就看她该瘦的地方也是瘦，然后呢，她该有的地方也都有，对吧？我非常非常想要知道女王面具下的她到底什么样子。她不行吗？谁在旁边说运动员？我要夸一下我们的女王大人，她真的就是我合作过所有的艺人中跳舞最好的，完全已经达到了一个职业舞者的素养，而且动作质感是没得说，节目的编排也不错，然后包括舞美道具都非常用心，还有她的服装。女王她的那个作品的拿捏会非常的吸引眼球，黑白对比，亦邪亦正，不分伯仲，这种有一种对比强烈的这种张力质感，包括表情，包括动作，其实都编排得很好。